海洋生物小知识。剑鱼，剑鱼也称剑鱼，因其上颌向前延伸成剑状而得名。它上颌长而尖，尾柄短而细，体表光滑，拥有完美的流线型身体。剑鱼的长颌和尾柄都非常厉害，当剑鱼游泳时，强壮有力的尾柄能产生巨大推动力，而尖一般的长颌能将水流劈开，减少阻力，从而能高速移动。长颌和尾柄不仅可以加速，攻击力也极强。它的尾柄强壮灵活，而长颌能劈开礁石，击穿船板。